发生一些，像比如说你出院，你也不想待在医院吧？就是我不想和医院。子越，快来吹头发啊！好开心哦！我刚刚爸爸又给我一张好宝宝贴纸嘞。真的啊，子越好棒哦！啊，你怎么没有擦干啊？子越啊！爸爸要准备一个神秘礼物给妈妈，在爸爸回来之前啊，你要好好陪妈妈哦。那有什么问题包在我身上？那是我们的秘密哦，不能说出去哦。好。嗯，不用睡觉了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今日优惠饮品要不要参考一下呢？不用，你给我一杯热美式跟两杯鲜奶茶。好，没问题，请先稍坐一下。好开心哦！刚刚爸爸又给我一张好宝宝贴纸。子越，客人来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需要点什么吗？一杯美式，谢谢。好。喂，妈。子越，不是放学了吗？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我跟我同学说要讨论作业一下，我今天可能会晚一点回家。好啦，不要太晚回来。子越，都下班那么久了，你在这干嘛？没有，我还不太想回家。今天上班就看你怪怪的，一直发呆，怎么啦？需要聊聊吗？今年怎么了？一整天都看你心事重重的。如果有想说什么事的话，可以跟我说。
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。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。也是我爸爸的忌日。我不想太早回家面对我妈。我怕她看到她太伤心难过的样子。饿了吧？既然你不想那么早回家，不然就来我家吃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反正我也还没吃，多煮一个人的不会怎么样。那就先谢谢小林姐了，我今天整天都没有吃东西。那我们走吧。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所以我就随便准备了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不挑啊。对对对，我还有一道菜，你等我一下，马上就好。来喽，开动吧。很奇怪吧？我从以前就很喜欢把这两个拌在一起吃，因为这样就可以一次吃到两种味道。你也喜欢把它拌在一起吃吗？我跟我爸以前也都喜欢把两个拌在一起吃。小姐，你还好吗？我刚才就看到。你好像也不太对劲。没事啊，老毛病了，赶快吃，不然等下就冷掉了。其实啊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咖啡厅，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不过。小时候的我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，常常就要往医院跑，严重的话还要住个好几天。不过终于在某一年我配对到了合适的心脏，我做了心脏移植手术后身体逐渐好转了，也才完成我这个梦想的。Thank you.
哎，老公，下班了吗？我跟子月已经准备好晚餐，等你回来哦。我也要讲电话，换我啦。好啦。子月啊，你有乖陪妈妈吗？有，我有遵守我们的约定，乖乖在家陪妈妈。哦，爸妈就回来喽。好。你跟爸爸有什么约定啊？这是爸爸的秘密。你跟爸爸的秘密不可以跟妈妈讲吗？啊？我不会讲。好，等一下我来问爸爸。菜单在这边喽。好，有位置都可以坐。子月，帮我把美式跟拿铁拿到楼上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位男客人想跟你换位置，求你方便吗？哦，可以啊。王子月，你过来一下。
你今天很棒哎，你英雄救美的样子我都有看到哦，很帅哎，好险没有让那个变态得逞。子月，子月，你干嘛？谢谢小林姐，平常那么照顾我，让我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别这么说，你平常表现也很棒啊。好了，赶快收一收，回家吧。好，好。从小我的身体就不太好，时常就会往医院跑，直到医生告诉我终于有合适我的心脏，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再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让我能实现开咖啡厅的梦想。如果没有你们无私的大爱，我想我现在还是会受病痛的折磨。谢谢你们让我找回生命的意义，我也会将这份爱延续下去，把这份爱带给更多像我一样需要关怀的人。总共剩下了吗？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熟悉的感觉？哎，带我去找你妈妈吗？子月回来了，吃水果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子月，子月，他是。谢谢伯父，当年签下了器官捐赠的同意书。我才能那么健康的站在这里，完成了我的梦想，认识了子月。伯父虽然已经不在，但他也用这个方式跟你们团聚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，他会一直在我的心里。我可以听听看你的心跳是吗？
你这么健康的活着。子越，对不起，妈妈以前都没有告诉你，你不要怪妈妈好不好？妈，以前都是爸爸在保护我们，现在让我保护你好吗？我的儿子长大了、欸，长大了。让我好好看看你，不要一直健健康康的。一定会。来就好了。我们一起就好，你去看电视。老公。老公，是你吗？